章鱼首选鲈鱼片，放点葱姜水、盐、胡椒粉、一个蛋清、生粉，这是鱼片肉质滑嫩的关键。有想吃的呀？不焯过水的猪尾、黑豆、核桃、姜片，适量清水，大火一小勺盐调味，赶紧给家人安排上吧。胡椒碎炒出香味，放焯过水的猪肚，继续煸炒出胡椒的香味。想要汤浓白，一定要加入开水调味，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。煮开后放入喜欢吃的蔬菜，烫熟捞出，垫在碗，放盐、鸡精、料酒、蛋清、生粉，然后下蒜末辣椒炒出香味，再加入一熬制好的酸汤料，其他任何煮开后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烫熟捞出，垫在碗。这个梅菜扣肉我回购了很多次，几个小孔，上锅蒸25分钟就可以。上学的时候蒸一蒸就可以当早。五香粉、鸡精、白糖、炒匀炒香饭，泡香菇的水也倒进去，吃起来才会又香又糯。饺子皮入口收紧，捏成葫芦状，烧麦再也不用担心小朋友吃。火蒸35分钟。隔水油热下蒜末炒出香味，放入。